开业来喊花花吃饭来了，给花花和荷叶准备了窝头和苹果。花花慢悠悠地走了过来，荷叶也正从架子上下来，爷爷先给了荷叶，花花也来了，荷叶直接转过去吃了，他可能以为花花要抢他。花花乖乖地坐着等着发火时，鼻子一闻一闻的。爷爷把窝头送到了他的面前，花花尝试用手去接，接住了，一只手握着窝头吃了起来。花花吃东西很喜欢眯着眼，吃得很香。荷叶是一直背着吃，感觉偷着吃更香吧。吃完了顺便把花花的也拿走，花花毫无反应，根本不介意。爷爷给荷叶拿了苹果吃，把荷叶引到边上去。花花也想要，爷爷给了花花苹果。花花最喜欢吃苹果，弟弟吃的也很香，花花一口必须嚼完才能吃下一口。弟弟吃完又来找花花，花花吐出来一小块放到手背上，让弟弟去吃，这样爷爷就有时间给花花另一块了。花花接到了一块，爷爷马上准备了一块给荷叶，防止他去抢。他的胃口好。花花则自己吃躺下了。 Nice。